学姐，她比我大2岁，很成熟，很漂亮。她教我许多事情。当我正对她倾倒的时候，她把我甩了，这让我痛苦了一段好长的时间。我就知道，像你这种男孩，不可能没有故事。每个人都有故事，我不愿意在你的面前隐瞒。我必须告诉你。 烧饼油条。哦。第二个不上班的人来了，林康啊。伯父、伯母早。秀禾，赶快加副碗筷。啊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在巷口吃过烧饼油条了。再多吃一点嘛。妈，你知道这位林家大少爷有多难弄？我昨晚打电话说的舌头都僵了。 他今天才肯来。林康，别孩子。世上何来孤独？人间焉有寂寞？长醉一帘秋色，长醉万家灯火。日夜日，身被隐瞒，夜夜放怀刀割。 二小姐，要不要加件衣服？担心受凉哦。不用了。哎，秀禾，全家都不在吗？是啊，先生和太太有应酬，大小姐说要晚一点回来，大家都不在家。哦，我去给你拿件衣服。秀禾，不用了。 我不能，我去弹一下琴好了。把你的生命撞死在冷冰冰的琴键上，你不能这样无可奈何的活着。别说了，别再说。 再说一个字，乔梅，乔梅啊，我帮你买了好多衣服，快来试。我宁愿是个瞎子，可以看不见这些。姐，今天实在是太不凑巧了，我相当消沉。 有点感冒，全家的人都不在，只剩我一个人在家，我就更加消沉起来。所以，我就去练琴。安公子进来了，我没听到他什么时候进琴房的。姐姐，在我的身体里，一直有两个自我，一个是又好，门没锁。 姐。
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你说吧。我知道你一直在生气，可是我实在受不了你这样不理我。如果我们就这样不讲话，哎呀，你身子都冻僵了，来，快到我被窝来。就快结婚了，还不知道照顾自己。姐姐，我并没有真的恨过你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爱你，绝对超过我恨你。那天我是鬼迷心窍，我别说了，都过去了。坦白说，我也没有恨过你。这些日子，我只是拉不下脸来跟你说话。我们都不要再提了。乔梅，你还是我唯一的最亲爱的妹妹。姐，有你这句话什么都够了。来，乔梅，能够有你，我对这人生，巧梅看不见吗？你多体谅她。秋儿，巧梅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走得太快了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妈，巧梅，这不怪你，我扶你回房去。嗯。